整个航线飞行时间大概是10分钟，这不光是一个跨境运输的短途航线，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光航线。我们将新增开通蛇口邮轮母港至香港直升机航线，不断地完善低空飞行的服务网络，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市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出行。